如果枪民的笔画术就是弹容量，游戏会怎样？这个粉丝的提问又开创了一个时代啊，竟然想到了枪民的笔画术这个概念。好了，我们就来聊聊会发生的改变吧。一、步枪大削弱。吃鸡装的步枪一般只有3到5个字母数字，枪民的笔画基本都在5到6画，这也就意味着弹容量就只有几发，只有几发的步枪还有什么用啊，直接就废了。二、汤姆逊大加强。如果这么改，汤姆逊冲锋枪笑死了，因为其他冲锋枪就只有几发，弹容量都是几发，而汤姆逊不同，因为是中文名字，笔画数比字母和数字多得多，汤姆逊足足有21画，弹容量就是21发，相比于其他只有几发的武器，绝对是神器了。三、十字弩无敌了。如果这么改的话，十字弩直接就逆天了，之前的弹容量只有1发，太难受了，现在弹容量变成了笔画，十字弩的笔画足足有15画，弹容量一下子变成了15发，完全就是连弩了，强度会大大提升。因为篇幅有限，小伟就讲这么多了，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还会有哪些改变呢？欢迎关注三连哦，我们下期见。